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加关注收藏转发哦，谢谢。大家好，现在我使用的是牙牙，一个射程中的伤害是一般的英雄。牙牙的特长攻击是扔出种子炸弹，能让敌人拖到时间爆炸。超级技能是植物膨胀，可以阻止敌人和子弹。老爷子大的科尔特，没办法，只能躲草丛里。结果没想到，我居然击毙了科尔特。减升级方块是件冒险的事，一个个虎视眈眈，都想得到。偶尔也会从多方较力的时候逃脱。不知不觉到了升级决战的时候了，我解了放置在草丛中的帕卡，就开始寻找最终对手，一决高下了。还好对手是残血，轻松解落。